的，我们又到了这个，我称它为牛镇的 Morrisville 这个牛镇，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牛还是很大的，这是牛头，看到没有？好大的一个牛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名字啊，这样的一个名字。哇，这是它后面。还有牛尾巴，拍到了牛尾。这个深堆了，这个可以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最尾可以牛尾，可以拍一个，对吧？然后它这个牛很大，我刚才设备已经拍过了。好，后面是，哇，我们不。